习近平国庆演讲大报江湖内幕，内部脱稿版。习近平国庆讲话文字版是秘书写的官样文章。参加宴会的人们没想到的是，习念完文字稿之后，即兴发表了又一席讲话。经整理，全文如下：习近平在中共建国七十四周年国宴上的讲话。今天，大家欢聚一堂，提前庆祝伟大祖国七十四周年生日。 有人会说，我们祖国文字记载就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怎么现在只有七十四岁呢？因为我们共产党开天辟地，新的祖国重建新生，现在是七十四周年。今天拿我既非常高兴，也有一肚子苦衷，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，兔兔就算是分享吧。你们哪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就当我在这唠嗑。回顾我们党的历史，就是一部残酷斗争的历史。 既有内斗，又有外斗，既与国民党斗，又与美国西方斗，甚至还与苏联斗。我们一路凯歌，从胜利走向胜利，所以今天才能在这里欢聚，纪念我们的盛大节日，庆贺祖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。有人说我们是党国，这符合事实。党和国家不能分割，没有党，我们国家就一盘散沙，就会像清末民初那样任人宰割。 军阀混战，如果没有共产党，今天在这里举办盛大宴会庆贺的，肯定是西方敌对势力，不可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朋友们。十年前呢、啊，我接手党国这么个大摊子，大家都看见了，胡锦涛总书记周围有多少比敌对势力还邪恶的腐败分子？这当然是将总书记纵容的结果，也是胡总书记容忍的结果。 一个说好听点是革命浪漫主义，其实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。我们整个党政军都陷进去了，而且是国际性的权贵资本主义。一个说不好听点是懦弱的领导人，说好听点是善良过了头，养虎为患。他们都不堪承受伟大的历史使命，他们的历史遗产是我党我国巨大的负资产，直到今天还没有清除干净，直到二十大。 旧的斗争才告一段落，不同路线的人，他们也还是称同志，但不能共济一堂，共襄国之大事，也不能共庆国之大典。以前的常委分管这是九龙治水，各自为政，不一条心，没有中央核心威权，总书记核心威权旁落，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。胡赵两位总书记不是核心，小平同志是核心，这就明不配位。 八九年就出大问题了，腐败引发人民群众与学生不满。总书记一个主意，不镇压要对话；邓小平、李鹏是另一个主意，要镇压要稳定。最后是邓核心主导了历史进程。我当总书记之前呢，有人请求我当政之后平反六四，我怎么平反呢？历史遗留问题，我只能让它遗留。锦涛同志任总书记十年，核心是江泽民同志。 还是名不配位，又造成了更大面积、更严重的腐败。老人干政会亡党亡国。胡锦涛同志高风亮节，裸退。这样，江泽民同志在中南海、在中央军委的首长办公室也就撤销了。邓江湖三代是党指挥枪，还是枪指挥党？我看是枪指挥了党，没有一个党员提出异议。我们这个伟大的党出了严重的问题。从我开始。 我们党的总书记终于成为党的核心，拥有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威权，才可能放手打击贪腐。大家想想看，十八大我党权力交接之前，内战一触即发，叛逃美国的、煽动军队的、利用政法委武警部队的力量破坏政权顺利交接的，都涌现出来了。那个历史时刻，我党经受了严峻考验。有人评论说，是我挽救了党。 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吧？我们这次二十大权力交接，外界也是传闻很多。但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是和平的权力交接，既不违宪也不违规。我们废除了所谓的“七上八下”隔代指定的所谓规则，老人干政成为历史。共产党人当官要能上能下，不能形成文字的规则，都应该废除。在二十大之前，我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，泽民、锦涛。 宋平等同志建议让克强与汪洋组成班子干一届，让我当中共党主央名誉主席。这些都是老同志的建议，我当时是点头同意的。然后海外网络上一片席下礼尚的声音，这很不好。我就与克强、汪洋单独交换意见，他们非常坦率，认为无法担当使命，认为没有敢打敢冲的威权领袖，不足以担负大任。如果不唱，他们就得下。 让他们像韩正一样当国家副主席或党的副总书记，他们还是坚决不同意。二十大过程中的常委会议是闭门会议，常委与会人员之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党和国家决策机密，连锦涛同志也不知情。这样就有了锦涛同志在大会表决现场有些失态的一幕。但大家看到主席台上所有的同志都很镇静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内情。后来呀、啊。 我让克强亲自去他家给他做了解释，锦涛同志情绪就稳定了。克强、汪洋都是好同志，他们与我有观念差异，但他们不斗不争，所以他们不会像博起来周永康那样的结局。克强前不久还去敦煌参观，精神状态很好。他提出申请外出参观，我就立即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好同志。宋平、锦涛、克强、家宝等老同志都能。 坚持自己观点，也能保留自己观点，不拉帮结派，不搞斗争，不给党中央添乱，这样就不会带来恶性的党内分裂。现在许多人怀念江湖时代，我看呢，他们是怀念共同腐败的日子吧。锦涛同志倡导不折腾，但人家偏偏要折腾你，把整个党国折腾的只剩下一堆烂尾楼，这就让我党我国走向失败。我就是牛脾气，就敢折腾老虎。 还敢打老虎？我不也隐瞒自己的观点，就是宁愿不发展，也不要腐败；宁愿山清水秀，也不要低级的经济发展。经济不发展就发不出来工资，那先把以前的腐败消费出来。只要饿不死人，斗不死人，我当政就胜过毛主席，我有这个自信。我们要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三道四，也让别人学习借鉴。 我们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闯出一条中国道路，这是我们共同的神圣使命。同志们、朋友们，干杯！吴满山。